你可曾听说过蓝色妖姬切尔西的传说？很不幸的是，他今天遇到了二当家。英雄可以受委屈，但是你不可以踩我的切尔西。卧槽，他居然踩了蓝色妖姬的切尔西，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什么黄金切尔西？信不信我把你打得乱串席？小子，你今天摊上大事了。走，我们进去以男人的方式解决这场深仇大恨。看到我这条金腰带没有？我可是全国业余大赛的冠军，今天你这个小狱警是死定了。剑是用来杀人的，不过我今天会手下留情的。还没等妖姬出手，只见二当家以闪电般的速度就赶了过去，蓝色妖姬直接倒地。我刚刚只不过用了十分之一的力道，只是让你受了点轻伤，赶紧起来吧。什么一成的力道？真是太可怕了！这小子要是再加一成的力道，我估计我这只手就废了。此时我发现玉小龙也在这里，我不想看到他，于是就离开了俱乐部。接着玉小龙冲着乔秋梦走了过来，说道，你就是乔秋梦？玉将军，我就是乔秋梦，您找我有事？没事。说完便带着部队转身离开。此时的赵飞龙走了上来，说道，你们几个是不是背地里说玉将军坏话？此时的妖姬赶紧上前解释道，赵先生，没有没有，我们哪怕是想都不敢想啊。赵先生，您当初借给我们乔家那2000万贷款，您看看能不能还给我们。2000万的小事也找我？你们自己去我公司找财务处理。赵黑龙，黑龙商会的扛把子，江湖上没有几个人敢惹他。对了，刚回到办公室的二当家就接到了李明婉的电话。七等闲，秋梦正在被人灌酒，你赶紧过来救他，地址我已经发给你了。店在乔家当年救济过二当家父子俩，于是七等闲才决定去救一下乔秋梦。此时的乔秋梦正在被赵黑龙的小弟于开河灌酒。于总，我真的不能再喝了，你们公司欠我们的那2000万可以还了吧？行，那我先还你100万，你要是喝了这瓶洋酒，我就全部还你。于总，你不讲信用。酒可以乱喝，但话可不能乱说哦。我刚刚只说了还，可没说还多少啊。行，你这回说话可要算数，这瓶洋酒我喝了。于是乔秋梦拿起洋酒就准备来个大旋风，还没转两下就不行了，吐了出来。李云婉连忙走上前说道，于总给个面子吧，梦梦今天真的不能再喝下去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于开河一大嘴巴子直接抽飞了李云婉。要我黑龙商会小霸王给你面子，他不喝你喝呀。被逼无奈的乔秋梦只能硬着头皮喝起了那瓶洋酒。好，乔秋梦果然爽快。洋酒我已经喝光了，现在可以把欠我的那2000万还给我了吧？钱肯定会还给你的，不过嘛，你得把大爷我给伺候舒服了再说。小妞皮肤还不错嘛。乔秋梦一啤酒瓶就砸在了于开河脑袋上，于开河摸着流血的脑袋，气得两眼通红，一脚踢在了乔秋梦的腹部。乔秋梦整个人都飞了出去。你这个贱人，你居然敢给老子开瓢！完了，这回秋梦闯大祸了。此时包厢大门被一脚踹开，二当家破门而入。喝你妹喝，你自己没长嘴不会喝呀、啊。